就是这个人，就是这个人，他刚才拿棍子攻击我。哦，然后你先泡辣椒水了啦。你先明明就你先拿棍子打我手指的，刚才转弯的时候直接硬切出来超车，然后刚才拿这个棍子，他拿这个棍子打我。就是这个人，就是这个人，他刚才拿棍子攻击我。哦，然后你先泡辣椒水了啦。你先明明就你先拿棍子打我手指的。我没有照攻击，我不会说攻击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先攻击我的哦。有电视器，你拿着凶器更冲过来啊！而且你打到我手指受伤了哦。你要眼睛受伤，这个不会眼睛受伤，这个是合法的正爆武器。